马上第三轮联创队队长合作赛正式开启。三位联创队的队长将会共同合作演唱同一首歌曲，而在表演过后，大家需要从三位队长当中选择一位你最喜欢的进行投送，这个结果对于他们而言至关重要。他们将要演唱的这首歌曲不仅拥有充满中国元素的超然曲风，而且还会带领我们走进一场棋局上的征伐与博弈。那事不宜迟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三位火力全开的联创队队长艾拉、谢娜、安贝尔，共同带着必胜的决心为我们带来歌曲《将军》。我过去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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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过猛啊加油刘家人，刘家人加油，还有一个位置在哪儿啊？那边，你坐中间啊。哎呀，没事啊。No No， 我不可以在中间。哎呀，那我坐我坐，你坐你坐，这样比较快。Thank you, Elegy。为什么大家那么怕站在中间坐 C 位？我年纪最小，我当然要让姐姐们先坐。哎，放轻松，这不是最重要的事，还好。你们老一些，你们老一些。我们老，我老一点是不是？可是你出道比我早哎，你还大我大我。那是零零散散的工作。前辈和 OG 哦。在将军里面，我是 represent 我的团队，分数高低在靠我的努力，靠我的表现。姐姐们既然选择相信我，选择了我的联盟，我就有义务为他们争取更好的分数和更好的舞台，我会加油的。这个合作舞台，我也想要把自己强壮起来，为我们的组拿下高分，为我们的这个团队留下每一个人。Both of you， 你们两个又听着了。哎呀，老娘要来唱跳了！我真的是会出拳的，好不好？小心了 ，Watch me。OK OK， Watch me。这次能跟两位大侠合作，无限荣幸呀！这个舞台想要呈现的就是我们三位将军带着一群兵，然后要对阵的感觉。然后其实也符合这一次三公我们三大阵营的这个内容，好像我们三个阵营要互相比拼。我不太会玩这个，你看你能不能真的会，就是射向 Amber 就可以了。射向 Amber， 还没跳我就少了一个对手。哇，我真的是受伤了。你怎么了？被谁？我刚刚自己侧翻，因为我们三合图也翻，然后我刚刚侧翻又拉倒。你这就叫用力过猛了。对，我就是用力过猛了。这位是女团 OG， 这位是国际顶尖女团，我呢是属于幸运观众来到了这里。哦，你是被我们抽到然后上台跟我们一起表演那个，你也太幸运了吧。我真的这次最差也是第三名，我跟你说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.You get it? You get 到了吗？ Yes, yeah, I get it. 我们是给你 Q 哈、huh? ，你说我们对你多好？哎呀，你们两个配合好就好了，到时候弄得我弄不进来你们的 timing。What？ 我对你们要求是这个舞是必须要跳齐的。那你把他们俩动作抠一下，照着我的作为基础，让他们靠着我。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他会用力过猛，我不要跟他一样。我没法靠着他们去。还是我们就换很多的动作，别跟不要跟他一样。对对对。两个女团的欺负我一个人是吗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就是有女团经验了。拍下来。哎，哎，我们两个动作很像哦。老师在哪里？你是这样，你是那样，不要学我。哎呀，他们那个女团鼻祖老呵斥我。不是，就不是说好了你是拳头我剪刀的吗？二三，你往后一点点，我就抓你的手，你就可以稳定一下。哦，好好好 ，OK。你可不可以稳定一点啊，谢娜？你看嘛，你们回去发微博说那个女团鼻祖欺负人，你们都看不下去了。这样说，我跟 Ella 姐不是欺负娜姐，是互相欺负吧。阳光从树叶，不要挡我镜头。哎，推不开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怎么又变保镖了？
其实我们练得还蛮开心的，但其实那也就是希望在练习的过程中可以轻松一点，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舞的强度蛮强的。很棒很棒。喂，哎呀，哎，你们还有一个山河图，我山河图也很硬。这里还有一个是苏州河。我们队长就脑里面非常的忙，然后每个人定一个 pose。这个是将军。两个团还有一个创始人的 show， 我可以没有什么一定的确定是 right now， 因为我需要去将军啊，宿舍说吧。对，去了。功课做好，在宿舍我们见。好，那你们过一下，我过去。好，拜拜。跑来跑去，要做这个，要去做这个。我要去录一下将军，我上个课，7:30到8:30还要上一个将军的舞蹈课。我8:30要去练将军，我要去练将军，他是9:00。李将军，你快打败他们，早点回来啊！马上干掉他们！将军太难了，就这么唱都唱不了，还边跳边唱。我将军实在是撑不住了，我跟你说，很难哈、啊，将军太难了，将军是很难。这么说吧，唱完将军过来就是在休息。我想看你跳那个，什么时候跳给我们看？你们是真的恐怖，三个副歌没一个动作重复。干嘛、啊、偷练啊？偷练将军啊？我说你跟 Ella 老师嘴的用力的动作都是一样的，你们俩。我们就是喜欢用力过魔王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怎样不用力？怎样不用力？我跳不出来。我们有各自的工作、哦、好多东西要消化。你不用讲话，休息吧。嗓子已经全劈了，突然有很多东西就放到我的肩上，有很多压力，可是有一个 positive mind 去做好吧。还不错，再一次强调一下啊，强调一下啊，好开心哦，你们是 PK 耶。我没有在跟他们 PK， 没有PK， 没有。他们两个都是希望可以将这个舞台呈现好的，都是希望跟对方有很好的默契去做好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很喜欢这种精益求精的这个精神。好难。那你们对彼此放个狠话吧。放个狠话？什么意思？Just say something energetic to each other. I love you.、Oh, I love you, Mom. 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、Okay. I love you too. Let's do it. 将军，加油！Respect， 他们的呈现真的是非常完美，完美，只有完美。我觉得三位队长都特别厉害，就是从演唱到表演，到这个把这首歌的气质表达出来，他们都做到了。他们三个人就是那种互相较劲，但是又互相尊重对方。你是我的对手，但是你是我非常值得尊敬的对手。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，相互那种亦敌亦友的关系，很微妙，然后又很享受。